DNF 手游玩家专属的七大美德。看完这个视频，请好好珍惜你身边的 DNF 手游玩家，因为他们真的很了不起。美德一，耐心。DNF 手游从2016年开始内测，一直测了整整8年。当年的青黄少年早已成家立业，但是他们却依然在等，依然在相信这一次真的能打，这就是耐心。美德二，慷慨。那一天，王者终于回想起了被地下城支配的恐惧。手游现在只出了一个礼包就能连续霸榜7天，或许只有 DNF 玩家才能边骂边冲，让一款20年前的老游戏持续登顶一周，这就是慷慨。美德三，勤奋。 DNF 手游玩家人均多号档，为什么练了5个号？因为角色上限是5个，一天5管疲劳刷完，喘气不带歇。如果放到厂里，那个个都是劳动标兵，这就是勤奋。美德四，勇敢。DNF 手游强化的概率低到你难以想象，就算开了双倍的幸运符也只有 6%， 同时消耗的材料也都是天价级的。即便如此，手游玩家依然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按下强化，这是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义凛然，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所畏惧，这就是勇敢。美德五，睿智。即使被多次简化， DNF 手游的各种机制和系统依然称得上是特别复杂，想完全读懂那至少需要985的水平。而手游玩家人均计算大师，刚一开服就直接做好了每一天的细节规划，算出了各种装备的收益。毕竟我们真正的 DNF 玩家那都是睿智恬淡懂得生活的。美德六，谨慎。 DNF 手游玩家是很少会在现实里被骗的，不管是杀猪盘还是 PUA， 那都根本伤不到分毫，因为他们在游戏里早已经被策划和魔术师们锻炼出了强大的心脏，面对各种诱惑都会小心谨慎，从此百毒不侵。美德七，宽容。DNF 手游的上线可以说是历经坎坷，上线之后也是 bug 频发，每2天就停服维护一下，换成原神玩家可能早就开骂退游了， DNF 玩家却只是笑笑说习惯了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宽容。但是我还是得劝劝官方，该做的优化还是做一做吧，比如队友档案本没捡完东西，我就能让他强制退出副本，这实在是不人性化。如果手游的策划可以目光更长远，多为玩家着想，多送一些福利，那么 DNF 手游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传奇。总而言之， DNF 手游玩家耐心、慷慨、勇敢、勤奋、睿智、谨慎、宽容，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。所以如果你的身边也有 DNF 手游玩家，请务必善待并好好珍惜他，心动不如行动。比如你现在关注我，就能收获一个阳光开朗的宝藏作者，那肯定是亏不着啊。我是侦探 DNF 10年精英玩家，期待你的关注。